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。
外一个模型就是四氯化钛模型，用一罐烟是阳阴的扶正的，哎，下一个它是活血化瘀的，它们都可以达到治疗效果，但它的作用结果也是不一，作用的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下一个它主要是提高肝脏的组织胶原酶活性，包括 MMP9 和 MMP13。而一罐烟主要是抑制细胞干细胞的凋亡，提高不蛋白的生成量。所以说，从这一个角度看，扶正化瘀、扶正虚血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病理生物学基础的。所以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，从中医的扶正虚血的概念、它的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，以及从现代部分生物学基础来看，它的概念。是可以用部分生物学的概念来加以诠释的。我想扶正祛邪的理论会在中医药抗癌的治疗当中会发挥更好的作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